这个女士就是没拿，这个手头好像到山上也就开始料理店的主人了，这个上班的就可以，他的名字叫曹俊上师，前面都不一样了，我们要是到外边去了一看，人家这个哪个上班是这样，哪里是这样，他才知道了，你没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这个上班主人就是这样拿，好像不管是什么人上班先讲一下，那个就是汤姑啊、后汤、新汤说过这个，就想那个套心的这样嘛。他这个样子，就我们中国啊，在这个传统上的，因为这个传统呢，它是这个中国古代的宗教。他们是这个清朝前的时候，人家中央来的说什么？你们这个庙啊，原来是个什么道场修，或者还是个什么道？修人山原来是个传统道。几个外面政府的高级将领跟徐老王出家，都拉过来抢的，那好几个。那实际上呢，这个他不是蒋介石有一个时间，他在江西的，是个什么学校吧，是个军官学校，那有几个学校都在名，那几个学校都抢。那个谁，那个蒋介石他那有几个学校。就是黄埔，那叫黄埔什么军官学校，那几个人啊，就给徐老汉说那几个人抢，就打死了这个事。那他们那个时候是准备这个，已经这个，那全国都解放了。徐老汉有个会要出面说，他这个下边，我来这个陈秘书，他们有点来。那不有一个时间，那不是有那个提了什么这个，那要拜这个有孙中山嘛？孙中山他就是他的主张就是联俄融共打日本。陈秘书立即升这个广东省的副主任李长官。那被蒋介石把他弄了，当时他枪毙了。这徐云老汉也算救了他。那云门寺，那是他们也不是一致的。枪毙，那是中央来的。北京这个就是谁这个那朱丹呀，又是周恩来呀，他们这几个人派来有个什么人到云门寺，他们这些人比这个吃饭有这个县大队，有这个国文大队看吃饭就要看。家里啊，这些历朝的这些祖师这些山竹，那不然，解放人就是一些都是方便的，我们这些不知道是原话的，他们叫的，
上是矛盾。下面不是有一个红亭子吗？还有青年山那个字吗？那原来那底下那一大片田，那是人家刚来政府在那个田上分给我们。我们干，那是解放后这个佛教是按公民看待，公民都得有田有地。那徐云龙好像向中央打的报告。那因为是那个前面那一块田就是那个分的，我们这前面这一块田就是那个时候分的，有一百多亩田。后来文化大革命给地方又占据了一些，我们这后山呢大概有两三，我不是去年是今年上半年到他们这个地开了个政协会。人家答应这个山这个地还给我，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给。那有的说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这里住的几个和尚，和尚住了两个死了两个没有来，可是当地的这个人民在这个在我们这个田呐、什么都占了。在那济源不有个居士吗？姓王那个女的，她已经打了包地啊，还要给我，这山还要给我。他们那个当地的这几个头子了，他有他们的想法。这个一百多亩田，老百姓占着了，现在是老百姓种，老百姓种这个田地。他们这些土著还跟老百姓要的是不完样的，他为什么现在他不想给你？老百姓他跟我说他愿意给，他原来没有给，怎么他现在这几个月他还没给？那我现在嘛，我到这来的时候这十多年了，十多年前，我要把这个地都要回来，我怎么弄呢？我到这来的时候只有四个人，是三个人。后来死了，所以现在我也想了，就是没有什么，他衣服啊，这个他们准备的，实在他要是不给的话，他要到中央，这中央已经说过了嘛，原来解放后分给死了的田，谁占一个？他现在这上下没有弄通嘛，那他就是说现在他不给我们。我们也有饭吃，是的呀，你到这一样，就是下边，那不有一个靠马路边边有个亭子嘛，上面写的村，那下边那地都是亭子。他这个下边这个村庄里，他说是今年上半年，说我们占了他的地了。这不是那个康局长打的报告到政府，说青人山是什么时代说青人山？你们这个村几？你们这个村庄才有几天？后来市政府就通知这个村庄的撤出，因为搞那个庄子怎么弄的？现在这个市政府还说什么呀？说你们这儿，那就是我们这个房子要盖。那当然说，现在这和尚是要多的。这个修房子以后，我们就是自己慢慢的搞搞。要叫老板。你房子还没有给人弄好，他也要你钱，弄了也不行。不像那前面我们弄那个那一溜房子，那过几十年、几百年也不要紧，那瓦也弄得好，以后就是那样慢慢搞一下。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说你想要他的钱不行，他已经占了。我们这个不管这些事啊，大家在这是修行的还是好好修行，反正是弄点饭吃是没有什么的。就原来这是禅宗，就是这个禅堂小一点，
我就看那个禅堂有点小，就不好弄了。我就听着有修持怪事，总比那里要修一个大的禅。那大殿都比这大得多，以后那里要做好多修行的。那里有地，也有山，也有茂林。原来是个道场，原来就是青云山，其中一个徒弟他开那个地，那什么住的都这么大，这个也很大。我们在这里就是大大早，常常有事情，房子坏了，菜园里有点菜吃，都这样过，也没有什么。就主持人也不是天天一天做的，不跟我在玉林山，那老和尚在那儿，那是刚到那儿去，上午四个钟头，下午四个钟头，上午两外就是在外边搞热热闹。这里这个济南有很多佛教徒，因为我们这青云山这个七祖，他的日本佛教是这里传过去的，就东南亚这些国家大部分的佛教徒是青云山开始。没有什么，为什么那些钱干什么呀？不是，就人家给我们送了油啊，还好。上午天气凉快一点，那外边有什么事情就住一会儿，下午都来坐。明天那不是外边那个房子那个瓦已经拔下来了，要到那去弄，不是弄好出院。到明天。外面不是那个放的那个拉车一样的，半年来病啊，我跟人没有什么病，因为是我走路在一步就想倒，就是怎么回事，就是倒了几回的，传统一些用功的方式方法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管是你们是才来出家，你们到这儿来看看，还没有真实出家，你这个染观呢，你的思想里边的东西要太严重。我们这里是清规戒律严格的地方，这个城镇就是我们这里这修道的方式方法，我们这里日常生活这一切你们能搞得惯吗？像我们这是过五千百年的，这是佛，这是过五十，能搞得惯吗？这是坐香啊，你们能搞能吃吗？就是说你们到这来，我们这里一切跟你思想里面的一切，我们这佛教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不管你是什么，你到佛教里面的你那个呀，就要不做了。你要依佛教的这一切，你要不依这个一切都不行呀。这佛教的这一切的制度也在你思想里心中要存在。你是不是能接受佛教的这一切？你要接受不了，我们不好弄。像佛教的这个七宗罗汉呐，这一些生活啊，这一些安排，这是千百年的佛教的制度，这个怎么着也不能动，都是经过什么也不行，这是佛教制。你思想的事情能不能依从佛教这一些？你放下放不下？你能不能接受佛教的这一些？这些清规戒律啊，这些佛教的这些制度啊？这些制度不是现在的，是早的，是多少年的？不是说嘛，我们这寺庙大部分都是百丈清规，我们这个戒律是副制，这清规是祖师制，这不能动，人怎么守也不能动，这不能说把这个副的戒律和这个祖师的清规改变，不能改。就是说，社会上说已经达到了这种主义。这就是这样，你这个人换来换去，这不能换，不能改呀、你们能搞得来吗？你们在社会上能惯来？这佛教的这个生活啊，这一些你们能行吗？我们这样不强勉，你搞不来，你们就走，不是一定要弄多少人。这些清规戒律就是祖师制嘛，是百丈祖师嘛。这祖师里的清规还能随便改呀、这不能动。这三宗戒律这是副制，就是沙弥律是舍利弗弄的，他也听佛的话呀，佛教他是沙弥律，就是十宗戒，这毕竟250条戒就是佛说的呀，
这菩萨界就是潜伏功夫，这个更不能动。只能遵守啊，要认真地遵守这三种戒。你要是遵守不了，你就另外，你不要在这大乘上，一定要这个样。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个样。对于这个沙弥世界，你到我们这里来了，你要遵守，不遵守不行。那你不管来多少人，就千人万人，我们还是这样。那宣传法师在山西那边，他21万人。都要如如法法的呀，遵守这教规。那是皇帝就是唐太宗，他有一坏，他什么一坏？他这是和尚，这里20多万和尚。假如他们你们要弄起来，想要我这个江山，不会摧我之力啊。因为那时候这个宣传法师他是大菩萨呀。都一夜到第二天吃早饭，这20多万和尚都没有了，都走了。因为皇帝嘛，他就怕说这20多万和尚要是想要我这个皇帝的江山，那是不费事的。这都是佛教历史。你们在这儿来要持戒坐禅，能搞得来吗？就在这禅堂里打坐，要遵守这些清规戒律，能搞得来吗？那就是我们的思想啊，是个什么样的？就跟人家净土宗说什么：“愿将东土3000界，重生西方9000年。”都愿这个整个这社会人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9000莲花里面，都愿意这样，也愿意这个社会人来出家修行。你要不是的都不行啊，也希望大家来信佛，来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，那不是社会人安宁了吗？就是现在人家这社会上政府也按说对于和尚也放心了，没有事情嘛。你们到这来出家，像佛教的这个一切，能不能在你思想上行动上能管？你到这来出家，希望也当一个好和尚，当一个真正的出家人。你说我们这些事情你弄不来，你爹这不是白白的爹这里干什么？看看我们这儿生活也不怎么样。第一条，这里没有什么钱，没有钱你来源吗？我们也不住法会，也不住金蝉服饰，也不放烟火，也不住这个事情，没有钱的来源。不是怎么样说呀？这个出家人呢，若在清净无烦恼，无非净道光。那净净光光的，没有钱，你好心情。我们这的意思啊，你们到这来是干什么？到这来以为你们是来修行。我们这钱少，事情少，就成就你在这修行。你要认识不到这个呀，你白白的也没有。这个当和尚还没有钱，还要做事情。小人哪有毕业？还没有钱的，只有钱是的。那你们到这来是成就你们在这修行，不是你成就你在这弄钱的来。那不是那个样子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我们这是道场，这是成就修行。我刚才不是说你看行不行，你自己做主。我们这样搞完不会动，不会改，谁说也不动。改变就改变你们的思想，你们在家的所作所为要改变成佛教的思想，这个修行改变成修行。你说我们这里面不习惯，那也不习惯，那你就赶快走，不要在这儿。你在这儿，我们还是这个样。怎么这是长期成就修行的嘛？就再来的人，我们还是这个样。
那我们要是改变了这些观点，这不是修行了，这不是道场了。怎么着我们也不这样干，我这是成就修，成就你持戒，成就你做禅，就我们这是出世界法，不是恩呐外呀，不是，这是修行。这社会上知道这和尚要别居离乡，离开了家乡，你才好修行啊。你要是娶个老婆有几个孩子怎么能行？我们这不行，你把你家的观点想法都要去掉，不去掉你就是说强强绵绵的在这住，穿上和尚衣服了，那我不行，那不是长远。他怎么这个很多呢？有些地方开西川店，几百人受戒，他过一个时间他又走了，他不是的嘛。他是什么呀？他是想在佛教里面弄一把，结果弄不了一把还受点委屈。你还在追求他这个生命界里啊，你的观点跟他这不一样。他是承认你修行的，你想在这里面弄一把都不行，弄不到。姚安出家的年代，我出家六十多年了，我是当小孩儿，十多岁出家。我在这佛教里面就像这么生活过了六十多年了，因为我十多岁都这样嘛，我感觉这六十多年呢我很舒服。来做什么？还是做给长久福的宅人，直到十月十五道场嘛都要成就修行啊，或是打几个禅期，这里嘛前两年都是他是国州期，国州期。